另外一位老师林老师，我哋各位义工，各位高班嘅师兄师姐，大家晚上好。每一次咧嚟到高班咧，我个个心情咧明显系感动，亦都系好兴奋嘅。因为咧喺呢度嚟讲咧，我哋系见证咗一啲嘅成果嘅。咁但系咧，我哋先，我好希望咧用大家嘅热烈嘅掌声去做一样嘢先，因为魏老师同陈老师其实已经用咗27年嘅时间，跑到世界各地去将更好嘅长生学去教俾超过100、200万人。我哋应该多谢你，系冇俾你停啦，我哋。谢谢魏老师，谢谢林老师，你们辛苦了。好，咁我哋咧，其实咧，我又想问翻大家，你哋辛唔辛苦啊？如果上高班，讲大话，知唔知点解我话你哋讲大话？有片为证嘅，其实你哋好辛苦嘅。得未啊？我哋好，我哋睇下你哋几辛苦先，好唔好啊？
Thank you.
咪几辛苦咧？辛唔辛苦啊？你哋真系辛苦嘅，不过因为值得，所以大家都觉得系唔辛苦，系咪啊？呢两段短片做得好唔好啊？好，俾啲掌声我哋，因为我哋有好几位嘅摄影嘅组别嘅呢一个摄影师姐，咁另外咧亦都呢一个嘅系短片咧系有啊雪清师姐帮我手，好短时间做咗出嚟啊，咁样咧佢都非常之好啊，用一个礼拜我俾晒啲上去。咁話我唔識搞噶，咁然後跟住可以搞成咁喎，叻唔叻啊？叻！咁所以咧，我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咧，大家咧喺我哋三十次嘅練習或者實習裏面，其實大家都係慢慢慢慢係建立咗一個慈悲心出嚟，係咪啊？我哋爭少少得啊，梁生係咪幫緊手啊？係啦。咁樣咧，我哋呢個慈悲心咧，其實咧一路一路咧係湧現出嚟，係持續落去嘅。咁變咗咧，我哋見到大家寫出嚟嘅心得報告裏面咧，都係好多好多非常之有效嘅成效，即係成果。而咧，亦都有一啲咧係即係有啲特別啲。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喺呢幾晚咧，我哋係邀請到咁啊講啲見證 ，O 唔 OK 啊？係非常之 OK 係咪啊？OK， 咁佢哋都係初中翻出嚟，然後跟住做咗咁嘅效果，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我哋每一位都能夠咧講得到，好似我哋今日啊見證一啲咁樣嘅係分享。咁而咧，我哋亦都睇到就係話咧，我哋今次呢一班咧，除咗係初中班啊嚟到呢一度三十次之後啊考試合格。就嚟都坐低，但係咧，其實我哋呢一班裏面咧，係有五分之一咧，都係高班翻嚟再温故知新嘅，舉舉手嚟，睇下五分之一咁多，佢哋做完高班之後，仲用三十次嘅實習，先至又好似你哋咁再考試心得報告，再翻嚟嘅。所以呢度睇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每個人心裏面都好想將自己嗰對手越變就越咩啊，幫人幫得更有限，係咪啊？咁所以咧，我自己都係有一個好好或者係一個目標，而呢個目標咧係好遠嘅，就係話咩咧？就係話我有朝一日你刻伸出手。就可以幫到人嘅，呢個係我嘅目標。我希望呢個目標你都係一樣，一齊朝向呢個方向。所以我每一日都好用心去練功，好用心去調整，幫人調整嘅時候，一有機會我就去噶啦。啊，咁我希望咧，我哋每一位都能夠做到呢一樣嘢。點解我會有咁嘅心呢？就係、是、因為咧，魏老師係我一個好好嘅榜樣。我有機會跟魏老師去唔同嘅地方，包括咗喺香港嘅一啲醫院嘅 ICU， 一啲醫院裏面嘅一啲嘅病人。總之佢嚟到嘅時候，我哋有需要，我哋安排到嘅老師都會同我一齊跑去嘅。啊，另外就係話，亦都有機會去到唔同嘅國家去幫手。幫手做開源，但是如果有一些情況我需要的，我都會去到其他國家的地方的醫院，或者是這個病人的一些治療的地方，我都要跟埋老師一起去。我真的看到老師，大家見到的一樣東西就是說，哇，老師跑來跑去為我們是授課，是非常之辛苦，不是大家只是看到一面而已。魏老師好，林老師好，一有時間佢抽得到出嚟，就算短短一個鐘，佢都會係去幫人。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咁多年嚟咁堅持嘅一樣嘢。既然我哋有對咁本事嘅手，我哋係咪一定唔可以浪費任何嘅機會？可以幫到嘅就盡量幫，這個就是
我在魏老師、林老師身上所學到的東西。所以我經常都說，我們是很多機會學東西，而且我們學的不只是我們長生學的手法和知識，還有很多很多東西給我們去學的啊。所以我希望我們在這幾晚，雖然我們濃縮一點，但是呢都能夠學到我們想學的東西，更多更多。